广是只有台北的游行，那高雄的游行是希望说有一些，例如说在台北工作、在外地工作、在外地念书的一些南部的在地人可以回来，是自己走在自己家乡。因为我们很多朋友后来去年参加完游行以后，都表示说在自己生长的地方游行，然后让自己家乡的朋友，然后一起可以看到的话，那感觉是很不一样。好，我们这次主题叫高雄同志游行 Out and Out。那有两个 Out， 第一个 Out 的意思是希望说，就是同志们可以勇敢的，就是勇敢的出柜，我们站出来一起走上街头。那另外的 Out 只是希望说，有一些可能同志朋友，或者是有一些不一定是同志，可能是异性恋的朋友，他们可能对于同志议题、对性别人权议题比较陌生、比较冷漠一点。那希望也是他们打破这一个冷漠，然后走出来上街头，然后一起关心同志人权的议题。有你们，高雄会更好嘛？好啊，来来来，我们被撞了。回了热线还有其他相关团体的公文，然后说原定在今年八月要推的那个同志教育性平放入性平课纲这件事，因为之前社会有太多的争论，所以目前是暂缓实施的。其实目前的国中小的学生其实还没有受到同志教育的教学，在教育现场我们更是没有办法获得太多相关的知识。我们所能获得的，除了一些少数与同志相关的法令之外，就是一张同志大游行的照片。这样对我们的同志青少年够吗？绝对是不够的。我们的政府知道性别平等教育的确可以改善我们同志学生的处境，但在真爱联盟事件之中，我们的政府却因为少数保守团体的影响而不坚持做正确的事情。任何一个性别少数或弱势受到歧视，就是对于我们所有的学生、所有的同学的威胁。所以身为老师，我一定会用我的生命推动性别平等教育，推动同志教育。去年在十二月的时候，在屏东有两个拉子女生，她们烧炭自杀了，因为家人的不谅解，因为在学校遭受到排挤。第二个，嘉义跨性别的男大学生在他的宿舍里面，也是因为受不了这个环境的压迫而自杀。第三个，男人窝在国际家庭日的时候去义走，被一些保守的团体所排挤，这些排挤其实是恐同的。第四个，大家知道同志教育真爱联盟事件吗？知道吗？大家知道吗？好，在台南的性平公听会里面，其实我们有很多同志朋友一起参与，可是在那个现场其实是被排挤的。再来是今年有两个拉子在高雄举办婚礼，可是呢市长并没有出来，也会在陈局市长的领导下呢建立一个对我们同性恋所有的朋友呢也非常非常友善的这样的一个城市啊。因为我们每一年都有一个就是设置一些给同志团性别友善的活动的一些预算，那希望我们能够就是如果副市长如果可以承诺的话，就是我们能够逐年增加，让我们的活动越办越大，不是只有一次，不是只有一天，我们可以一个礼拜甚至一个月，好不好？好不好？好，
那我们谢谢副市长。这边哈，这个我想这个没有问题，因为完全哈符合我们市政府未来的政策。那么在预算方面呢，我们会回去哈，跟我们社会局还有相关的局处来研究哈，怎么样建立多元哈性别哈啊这样的一个环境哈，跟友善空间哈啊这个部分呢，我们会来努力。但市长的基本观念说，我们要大家共同努力的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合法的啊基础，所以我们要朝修法啊，怎么样共同努力来修改我们的法律哈，朝这个方向呢，市长会跟大家一起来努力。因为呢，我们发现世界各地的阴阳人呢，都是常常呢在未经是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就接受那个医生的决定做了手术。好，所以呢，我们他用的名称呢是，就是说要把我们正常化。什么叫正常化？就是要我们在男性跟女性之间选择一种性别。那我们为什么没有以自己天生完整的自己存在的权利呢？这是我们感到质疑的，也就是身为同志不代表就会有危险性行为，请不要把我们的善意抹灭，我们也想捐血，而且也想救人。再来第二个诉求，我们希望争取伴侣的医疗权，希望可以还我们关怀与陪伴。在我们身心虚弱的时候，除了直系亲属之外，也需要我们的心灵伴侣能够陪伴，给予我们精神心理上面的支持。所以我们想要探视权、医疗同意权，以及身为病人时的被探视权，这是我们第二个诉求。那我们第三个诉求很简单，就像我的标语写的一样，我们要要求一个对等的医疗关系，我们不是无知的病患，请所有的人今天进去到一个医疗的场所，我们拒绝被一些恐同的人、一些主观意识的医护人员用非专业的知识对待，我们要的是一个专业，我们去看病不是去求神问卜，请他们尊重我们的隐私，尊重我们的性别性取向。在原住民地区，其实不是只有我们看到的那个文化表现，其实原住民地区是有同志的。那原住民同志呢，可能过去长久以来在整个原住民运动比较没有发生的机会，比较没有这个管道。于是在我们原住民基层教育协会工作这一段时间以来，我们跟在地的一群同志的青少年呢，一起组织了一个团体，叫做 Colorful。那他们是一个乐团，从基督教。那我们知道，其实今年有很多基督教团体对同志运动的打压，但是我们知道，其实原住民同志是非常依赖基督教信仰的力量的。那我们知道，上帝其实是爱同志，对不对？对。上帝是爱同志的。只是我们以人有限的知识呢，其实误解了上帝的意思。那我们今天很高兴在这个地方呢介绍他的某出场。衣柜不算太宽，藏着你的天堂，依然欢迎我分享我们的爱，等下都